我现在还在巴黎呢，因为天气原因，我实在是回不去了。那回来再见吧。嗯。看来今晚得给你找个新女伴了。哎，你好。又看什么？人真少。来看这里。不好意思啊。先生这边。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回去取肯定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人跟进去。就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哎，你要解寒都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领结有些歪，不好意思。要看这里？对，在那边。要请来看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兄弟。我跟他一起的。好久不见了。是啊。对不起啊。妈，是把你吵醒了啊、哦！你爸爸把我交房租的钱拿去投资了，我跟他要，他怎么都不给，还跟我发脾气。可是房租要再不交啊，房东就要把房子收回去了。妈，先别着急了，过两天是你奶奶生日，她非要在五星级的饭店里面订包间，你说到时候她怎么可能有钱付呢？妈，我都帮你处理好，好不好？我呢，我这两天正好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可以赚特别大一笔，你的房租还有奶奶的生日钱全都能给你交了。嗯，我的西西啊，真的长大了，但是对不起啊，真的，妈妈真的是一直给你添麻烦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赚钱就是给你花的，放心，我全部都能处理好。嗯，好，来跟妈妈把这收起来。嗯，不好意思啊先生，因为我下午还有事情，所以只能约您上午了。这家店虽然说位置很隐秘，但是味道特别好。挺好的。嗯，那就好。莫先生，顾小姐。哎，你俩竟然认识啊。啊，是啊，二位慢用，我先忙活去了。好的，好嘞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我之前也常常来这一家店。这么巧啊！之前这家店开在眉山，我出国之前总会来吃。那就更巧了，我老家也是眉山的，说不定我们小时候还见过呢。不是说不定啊，你真的忘记我了？啊？莫莫。子心心，直到我看到您做的婚纱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了，原来女孩子你没有觉得他
配不上你吗？啊？这句话你以后当着我的面说一下就可以了。从今以后，她是我的尹太太。今天往后，西西就是你的妻子，她的一切就交由你来照顾了，今后的日子就摆脱了。既然发现我们假结婚，我们必须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衣帽间啊，虽然这两个房间是连着的，但我平时除了拿东西不会进来，你放心。啊，忘记你在这儿了，不好意思。顾西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对我的身体有任何的幻想。尹思辰，昨晚上陪着顾西西一下子就睡着了。陪他睡着？你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我送给你那个包包呢？今天怎么没背啊？是不喜欢吗？再加2万7万。奶奶，我那天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包包跟你让我帮你去设计的那一款长得一模一样。老板，你手上那个包我要了。卖礼物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，但是我是有苦衷的。强词夺理，还不就是为了点钱。顾西西，看来你不仅爱钱，也同样是个没有同理心的人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奶奶，对不起。